是的，英文我也会，但是不太会讲，啊 ，OK， 首先呢，我要谢谢 Compass 直取双人协会，当然，这首《小人物向前冲》也要谢谢新传媒的监制，Jasmine， 还有 Audio Post 的麦如丽，还有录音师 Matthew 的帮助。那我想，在新加坡做音乐确实不容易啊，你看我们每个音乐人都是住大房子开大车，除了我之外，是吧？没有开玩笑。所以我想，在这边呢，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，因为我其实人生当中也没有获得多少的奖项啊。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，希望所有的音乐人能够继续为新加坡的音乐出力，希望未来我们新加坡的音乐更加的放光芒。谢谢。